来，白龙学去跟行家哦买了什么呢？金色狼头哦，金色狼头，我们是把它对温一下，而且有小可水，那么是个长就好啊。但是咱个水应该是比咱个清气啊。但是头家是讲买卖用哦，好，然后个金色狼头哦，金色狼头放下去，用这个把它夹住哦。啊，那个老板还给我这个哦。这有一种，这叫什么？以前唔知讲什么什么，唔知什么八爪啦，较新的啦。啊，佮一块一种瓦片啦，哦，红色瓦片，哦，也是要把它放进去啊，放进去之前是先，佮脏脏的，哦，脏脏的，好，哦，放进去夹起来，嗯，就夹这样，哦，这个。伊讲这已经死头啊，啊！伊讲这要放较悬的哦。后来可能我会把它放在那边。伊讲上好是电火正中央啦。哦，啊！伊讲迄种会拍来拍去，所以可能会拿在这边。啊，这花环可能未来放别位。哦，大概就这样。哦，软体先对温一下，加兰花啦，我拢讲加兰花。哦，金色狼头对温当中。